Hello， 大家，今天要上新的是一个底边的宽度接近33厘米的凯利三二，接近33厘米的凯利三二。事实上，外缝呢可能都会比声称的那个值要略大一些些。的确是个凯利三二啊，没有骗人，这是一个黑银 box 皮的包包。在镜头中大家可以看得到它的亮度，应该跟光线比较强也有一定的关系。事实上，首先想跟大家聊的就是关于 box 皮它的这种变化。那我们说一开始全新的 box 皮的话，它的那种亮度是带着一种锐利也可以，或者有点犀利的那种亮光。那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随着使用，随着和人的这种接触，和外界空气的接触，以及温度的变化，那它的变化是什么呢？它会逐渐褪去一些那种更加犀利的感觉，取而代之的是它的这种温润的感觉。这只 box 皮的包包前两天在拿到之后呢，我给它做了清洁和上油的工作，给了它一定的时间让它吸收油脂。那如大家所见，它现在的确是比较油润，比较温润，然后呢整个皮革也是比较健康的一个状态了。那这样的健康的状态并不代表说它没有指甲划痕，没有刮痕。每次在聊到 box 皮的这种中古范儿的时候，都会拿出另外一张照片啊，那张照片是一个凯利二八红色酒红色银扣的包包。当时拿到它之后呢，也是给它做了上油，以及让它吸收了一天到两天的时间。因为我们知道，其实大家在使用包包过程中，好像没有特别习惯去过一段时间给它上上油，让它皮革中的油脂含量进一步的补充一下。红色的凯利二八在简单的保养之后，也是那种原始橙色，然后呢会带着一种复古的味道。那它也是有异曲同工之妙，不同的是因为颜色不同，所以指甲划痕在它上面的这种呈现好像不太一样。如果大家像这样的距离来看的话，看起来就是很健康的一个 box 皮的凯利包，对不对？如果是比较近距离看的话，像我这样就能看得到，的确会有一些指甲划痕在上面，但是呢依然会有很健康的感觉，以及很复古，然后很扎实，以及很可靠的感觉。所以这也是 box 皮的一种优势吧。那聊了这么多它的到现在的变化之后呢，还想再插一句，就是之前有接触过，当然不是我自己直接去送修然后拿回来的，是我的一位视频观众带给我的一个信息。他也是拿到一个中古包之后，在专柜重新做了box 皮的护理。其实很久之前就会有听说 box 皮在返厂之后就会变得像新的一样，那我一直是持半信半疑的态度，直到那位观众告诉我那样的信息，就是在做完之后，它的确就像是我们所说的翻新一样，整体的亮度恢复到它作为新的 box 皮的时候它的那种犀利锐利的亮度。购买中古包的朋友们肯定是能够接受它的那种中古范儿的。那其实这种中古范儿很难去描述，但一定包含的就是有它的那些历史的印记。这样的历史印记再加上上油，我会觉得这是一个很有人情味的包，不是一个让人敬而远之的包包。聊了这么多，还是要具体的说一下这只包它的主要的痕迹。其实它的缝线、边油和边角都很好，都很好。那主要的痕迹基本上就是五金部分。五金里面要说的是它的挂钩的位置，我不确定为什么挂钩会出现这么多这样的痕迹。那可以用去氧化的一些药膏去让它变得比较亮，但是变亮并不能去除在它表面的那种很多的小坑啊，小的凹陷，像是这样撞击出来的，有可能是它们一直共同在包里面存放，然后一直就这样颠沛流离，所以就互相伤害，留下这样的痕迹。box 皮最怕的就是它老化到开裂，那一旦开裂之后呢，它的强度就会骤降。那这只包到现在为止并没有开裂，以及它的内里底部的山羊皮会有一定的使用痕迹。我们来去掉填充，来看一下它的包型，这是正面的情况。
box 皮啊，或者是 Epson 皮，它只要没有这种龙骨的伤害性的弯折，它的前部和后部就还好，还好，前部还算是有点饱满的状态，后面呢甚至有点内陷，有点这种反弓的感觉。银色比金色要好的地方是它的拉链，即便这么多年了也并没有出现很明显的氧化，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跟大家说它的年份，它是方框低刻2000年，也就是第一年采用这种双环设计的那一年，到现在为止已经22年了。但是呢，我觉得如果保养得当，爱惜使用，再用22年没有问题。这只包来了之后呢，我个人也是非常喜欢，时不时就拿它来照镜子，同时呢也录了一些上身的视频带给大家作为一个参考。今天节目到这里了，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